瞬间重摔在地，女子更是一路往前滚，痛到无法起身。有民众看到太阳非常的大，立刻递来两把雨伞，让骑士可以帮忙女子撑伞。早上九点多，银色轿车在大马路口左转，下一秒却撞飞直行的机车，车上的一男一女瞬间重摔在地，女生更是一路滚到斑马线上。事故地就发生在新北新店区中兴路三段与文化路口。29岁刘姓骑士载着周姓女子要一起去中和上班，沿着新店区中兴路二段往三段方向行驶，却与转弯车碰撞。这有民众目击太阳这么大，女生却痛到无法起身，倒在地上等待救护车。民众立刻送来两把雨伞，让骑士帮女子撑伞。送医后，两人四肢擦挫伤，所幸没有大碍。而根据调查，整体车祸疑似是82岁驾驶转弯未礼让直行车酿祸。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和肇事赔偿，还要等待警方调查厘清。短新闻，徐荣志、彭新美在新北报道。